实在，如果说真的来骑士，然后又掉锁子甲的话，这个骑手走骑士就蛮合适的。一个一定要紧，可是另一个其实越贵越好，可能应该是两星好运或是三星路线比较好，因为你要输出。我来升个级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来呢？哦，赞哦！为什么我刚看到他？射到这里的人呢、啊？890，他比一般人攻击范围高哎、欸。什么状况？我们要升级是不是？上这一级。哇哦，这魔豆敲，我们其实可以抓这个元素了。骑士现在真的超难抓的，超不科学的，因为德尔不会这么早出来啦。对，这是一个骑士。划走。哇，他已经有，他已经有近抓了。12升级，主要再找一个骑士。宏大，很赞。
应该是玩四骑士地了。我干，应该抓这个啊。干，干真的超难抓，难抓到不行啊！我应该赢了。OK， 来了。然后他是我们输出最高的人。我们现在剑士减一。哇，他有三星我都砍杀。OK。我可以再推到七等，然后上三剑。敢竟然魔斗三星都有人抢，哦干，哦是这个伏击之爪，鬼妹，伏击给他好了。伏击之后应该是会给那个，我靠，伏击之后应该是会给斯温呢。哎，我的骑士真的减一，20。我应该把这个站闪一点。哇哦，差一点。等一下，我不是应该要有一个，哦，我拿的是这个。我是不是要想办法再推等级啊？还是先升上这个？很赞，看一下这边到底掉什么。
哦，不，来不及，哦，来得及。哦，爆炸！我还有4D，再等吧。不知道我打不打赢他，我不大确定。哇靠，这好猛哦！哇！GA 合作没有，我要舍弃这，我要舍弃瑞文的。如果要那样的话，我还没找到最后一个骑士。对，应该有降心哦。所以我大概是把瑞文买了。大爆炸！哇，他三星龙女耶，好扯。你有办法三遍吗？等一下，啊，给你好了。Oh my god！所以我可以不上这个，所以我要舍弃鬼妹，然后就六骑三遍吗？舍弃鬼妹感觉是正确的，只是没有办法上双龙，其实这只有点弱，还是要给他。Shit！ 爆炸喽！这也没找到，这也没找到，应该是输了啊！大家不太有机会赢。六七还是不够坦的。哇，他好强哦！我还是有第三呢、啊。我看一下他到底是装了什么东西。等一下，怎么总觉得怪怪的？两把变剑士，一把变骑士，这有点扯吧？他几等啊？他九等啊。1, 2, 3, your heart start beating